中國的樂曲，大家聽到就會很熱血沸騰。其實賽馬這一般的聽眾呢會混淆那兩首歌，以為是另一首叫做《威廉第二序曲》，少少選段。這個叫《威廉第二序曲》，就真的叫賽馬，就是現在玩的這首歌。大家觀眾下次聽到賽馬，聽下中樂還是西樂那首，我今次玩中樂的賽馬，用吉他伴奏。